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哪里？嗨，我们现在要来采花了，我们走吧。我不是要这样子开场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耳。好，大家好，我是 Erica。现在呢，就是要慢慢的把手呢从这个网子的一个洞里面伸下去。嘿，我要怎么踩？它的底部是哪里？到这边 ，OK， 这边就可以。然后轻轻的往上拉，往上。哦，有没有？就起来了。然后就拿出来之后呢，最后你就可以踩到一束漂亮的花了哈。那这边的采花行程呢，欢迎各位可以来报名一个活动，叫做绿野仙踪。这是什么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可以来采花哦。不过有一些规定要注意哈，我们十个人以上才开团，周日的上午是没有开放的。另外呢，欢迎打电话来做询问哈，因为花的是一个数量不一定哈，所以就是欢迎大家打到我们的官网的柜台做询问有没有采花这个活动。那欢迎各位可以来到台大山地实验农场来采花哦。所以 Erica 跟大儿呢，就麻烦每一个人采五枝花，好，五枝花，走吧。走，这个就可以采了。那或者是你可以到后面那个比较粉色系的，妈妈都很适合。初恋的粉色系，你知道这首歌吗？你来。哦哇，有没有很轻松？很轻松，真的是轻轻的。你刚刚怎么了？对，那为什么会说不要太用力？是因为这个花的茎它很脆弱，所以如果你太用力可能会折断。旁边的就是粉红色的，有没有看到？我要采粉红色的。这样了吗？对，这就是太用力了。等一下还是一样可以绑。最后一个，耶！耶，采完花了，走吧。好，那我们就开始走喽。我们现在走迷宫，这叫什么迷宫啊？豆腐？绿篱迷宫。绿篱迷宫。好，又是死路。真的很不会。很棒怎么这么快啊？根本不到一分钟啊。是因为我们就是天生自带方向感。这是刚刚那里吗？接的。我们要在这个阶梯，好可怕。绿篱迷宫。我们现在要去吃下午茶了。哇，这里很漂亮。这里太美丽了吧？你的包厢到了。汤品的部分的话呢，是黑菌野菇汤，中间的话呢是青花培根起司塔，以及我们的西班牙小点，它是用伊比利腊肠还有我们台湾的芦笋香去做成的。我现在都不敢太大声讲话，这边好安静。大家赶快就下来优惠券来吃这个。对，真下午茶。伊比利，你知道这是平常外面买有多贵吗？都要好高级。它有点辣辣的，完了。因为这边那里是像我们三菜价的，完了。好，来，那手忙脚乱的感觉。Already， 从下往上，从下往上。对，那我们第一、二层的话都是甜点的部分。那第一层的话有地瓜焦糖塔，旁边的话是巧克力柠檬棒棒糖。cheese 的味道，它 cheese 的味道中间有点香香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红豆跟抹茶，洋西。好的，先放。最后嘞，姨这边。好，谢谢。我第一次吃洋西，因为它大。什么是盐之花？为什么叫盐之花？盐之它是盐的霸主，就是蛮高级的。对，高级的盐之花是高级的盐。它的皮超好吃的耶！真的。它的肉超水。我的妈呀！现在只要下载南投好好玩的 APP， 然后用它的优惠券，我们刚刚吃的那些午餐跟下午茶都可以免一成的服务费哦。对，这就是九折。对，就是九折的意思。接下来就是透过南投好好玩的网站，或刚刚那个南投好玩的 APP， 你输入序号，你就可以索取南投各大景点的优惠券，种类含住宿、门票、伴手礼，每月还有机会可以抽南投的万元住宿券，然后十券在店家消费等再抽汽车 GoGoRo 南投高级住宿券的大奖哟。总而言之呢，就是好处很多，优惠很多，大家赶快去下载。我们现在在这个
清境高空观景步道。我觉得这顺序有点不太对，因为我们刚吃饱。对，然后我们现在就要走这个高空步道。你知道我本身有惧高症吗？我也有惧高症。Oh my god， 我好紧张哦。可是你们如果要来这个观景步道的话，你们可以在那个南投好好玩的 APP， 我们就现在已经先买好票了，然后我们等下进去验票就可以直接进去喽。走吧。走吧。谢谢。出发。哎呀，这会不会很高啊？我有点小小的紧张。其实还好啊，这是水泥地板哎。我看到你正前方有一片蓝天。真的太漂亮了。你看这个风景，这是仙境吧？真的好美哦。怎么办？可是我们赶时间。好了，我们赶时间，我们要去看绵羊秀，你别拍照了你，你这网美。我是来看绵羊，是看人是不是？人山人海，表示大家来清境一定要看绵羊秀。可是好多人哦，我觉得人比羊多。对。来，刚刚那个是。这里有一只羊，再一次挑战被无视。好，我们挑战被无视。Hello， 嗨，走掉了。那我们走吧。我要进房间了。太夸张了吧！我今天一定要大炮特炮。Oh my god！ 我还好有来，我们去阳台看一看。哎，而且你的阳台是不是在我隔壁？我晚上可以这样跟你沟通。你不要这样。我可以直接在阳台看日出日落，其实。对啊。看，好了，你赶快回你房间吧，我要休息了，赶快滚出去。我要大便。拜拜。有没有？有没有？我天哪！才是牛肉。早安。等一下，外面换衣服啦。不要烦我。好，拜拜。Hello， 大家。到正中心的一点吗？这里是天狼星。这里其实超漂亮的，但是我什么都看不到。我们刚刚在远方看星空。超美。超夸张，你看起来。拍不到哦，对对，我们没有办法拍到，觉得有点像去天文馆一样的感觉，真的超美，好漂亮，必须的。而且我看到四个流星，哎，我们等一下去看日出啦。等一下有一颗黄黄，等一下这就是，等一下我觉得好感动，哇，其实蛮刺眼的。想哭哦，可是我第一次看日出，为什么是跟你啊？好冷哦！我好像是这边穿最多的人，真的只有你在棉被，而且我里面还有暖暖包，还有发热衣。我要上车了，我受不了了。耶，我们来小瑞士花园。小瑞士花园。听说它里面有很多的哥德式建筑，所以呢才被叫做小瑞士。啊，有小仙女跟我一样。傻眼。OK， 好哦。好，我们来看这边有一个突出的平台，是要做什么呢？它好，还蛮漂亮的耶。你这样看，然后从那边拍过去，可以看到拍到那个风车。哦，这样吗？欸，我觉得手持的人比较吃亏，会比较大，哪里比较大？脸。哦，好啦，如果大家想要来这个小瑞士花园的话，你可以来这边就是看看它这边的枫叶，然后植栽，可以来这边露营，然后带小朋友玩。然后如果你们要来的话，记得要下载南投好好玩的 APP， 里面有很多优惠券。呀，我们刚刚就是用优惠券进来。150直接变90，我们省了60块耶！这样说很棒哎，两个人就省了120。
这三个人呢？三个人就省六三十一百八。我们要结束我们的南投之旅了。太阳好刺眼哦。对啊，哎、欸，什么意思啊？我本来以为你会走一个比较感伤的路线呢。我们就是玩那么多行程。而且南投其实蛮棒的，出乎我的预料。我要再来一次啦，这个行程太赶了啦。我每一个点都超爱耶、欸、真的超爱，就是发自内心的超爱，但是为什么要这么赶，我有点伤心。不过就算这么赶，我们还是买了很多纪念品给你们。没错，那看了这影片的大家，你们要锁定之后就是看是怎么样抽，然后什么时候直播会抽奖，那记得要来抽奖，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买的纪念品呀。记得要去看资讯栏里面的资讯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留言、分享、看十遍，谢谢大家，拜拜，拜拜。